认出你。这是有兴趣的人才可以呢。无啦，无遐严重啦，无遐严重。嗯，哎，有兴趣啦吼，哈。现在我都十年了，你看十年呢，哦，十年呢，起码都好都好几年了，你都好几年了，你看七年有，哦，所以不是平几年平，我有鲜花无啦啊？哎，主角是你，我差点忘记。哎，有什么体会？朋友没关系啦，先听进去啊。听进去很重要，讲这些应该都不需要讲这些，但有没有应该都有一天当你有的时候称之，那个就是容器，那这些镜像内容就是大海的水，还有那个东西装啊，或者没有容器没有认知嘛，你那些理论就是认知嘛，这个和做学问不一样，这个思想要移进去里面，思想向里面寻找。我以前常讲体性，本体的体性就是法性嘛，就是让一切诸佛的体性都一样，体性平等啊。为什么看有没有显化？就是要显化多少。以前我讲显化十，显化百分之二十，显化百分之九十，就一百分，一百分就是说，我一体性啊，能显化完整哦，华藏世界就出现，华藏世界的一切。一切所有的净土，一切所有的十方世界总集合体呀、啊！我们人小小的一个点，怎么能看到那些呢？能出现那些，而且能安住呢？敢常常看到大日如来吗？莲花藏世界教主就是毗卢遮那好嘛，毗卢遮那好，各教各宗讲的不一样啊，佛陀的法身啊，它展现出来，称为毗卢遮那好。比如说那又名大日如来嘛，就你看的那个大日嘛，那个大日是表达我的体性，因为那里面是我表达出一个大日出来，我是凡夫，我是众生，他能表达这样，众生都有那个体性。跟你显化一百万以后，就是因为这个体性，一旦显化一百万，就按诸火平等。比如说那好，等于一切火为总称呐、啊，一切火体性的代表。一切火为大法身，也是释迦佛的法身啊。那怎么讲？那也是我们的法身吗？有时候你看到大日，我说，但是你自己像是体性而言呐、啊。哦，你看大日，看你自己的本体啦、啊。有的有在开玩笑，事实上是针对体性讲。如果说这样显化出来，为什么讲一切火的法身呢？大法身，比如说那火。因为体性和一切有相应的，为什么称为我们凡夫身还没有显化，就是如来藏，我们叫如来藏。火的话就不叫如来藏，已经称火了嘛，所以叫火的法身。你显化出来哦，虚空法界全部容纳在你里面，你自己认为啊，本体没什么，平常和你肯定要表达什么，认为它没什么，流露出来的话。流露一个耶稣，流露一个释迦，流露出来就是以天同大，以天地同流，以虚空同样的生命啊，永远虚空最广大，上下以天地同流嘛。体性显化是啊，本身的体性，比如说嘛，也是你的化身，所以成为大日。身体显化也能呈现大日，也能成，比如说那佛，但那是名词啦，当然是光明遍照啊。光明的意思啦，简单的说嘛，一本体体性和比如说那共同的体性，因为众生还没有显化，所以称为如来藏，如来被你缠住，透过很多修道的方式要把它解开，然后显化出来，大家的努力修取永生之路。像我在讲莲花藏世界，真的有维摩诘人真的马上看到呢，非常不可思议那种广大度，为什么一念心能？常常你在佛经点看那个，你都读过佛经，一念入三千大世界，一念入无量劫，还是自入三世，身遍十方，普闻十方国土的声音，为什么能这样？那时候表达佛陀坐在菩提树下，坐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能
相应的十方法界，一切世界都有它的身。华藏世界原文是出自于《梵网经》，千叶千佛，比如这样哦，正一千叶一千个释迦哦，然后自我介绍，我是鲁舍那，千叶千佛，那个叶子一个佛一个佛的，那是佛陀的教化方便说了。刚才讲三圣，我讲人圣，到最后归一圣，因为跟程度不一样啊。如果今天你看得到或见得到或能进入，就了解，不用讲啊。讲是方便的嘛，佛陀碰到初学的，他用三圣或二圣，后来归一圣嘛，所以《法华经》以后，然后一念间智慧能进入三世十方，能进入三世十方，一念间三世十方佛度都能出现，这样听起来不可思议，怎么能这样？透过你本体显化就可以啊，所以归纳本体，那绝对。绝对成立啊！你想不到本体就是如来，是藏在灵里面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显化，哦，就一念间都像佛陀，所以就平等了，就没有说哦你高我高，为什么叫法界佛心众生心平等？如果没有显化，你的本在空平等，就有高下。所谓高下，你有看到他没看到，你比较高，你比较，可是你是总统啊，你是乞丐啊，乞丐看得到嘞。高下的不一定，这就平等了。你透过求学的方式学习基督教那个方法，主啊，赞美主，把那个主啊，上帝移到你本体里面，思想针对本体比较快，不色受的思想赞美歌颂哦，本体演化就形成一个大日，然后体系就自入三世。是这个自是本体的宇宙意识，不是人的知识。他自入三世，怎么能进入三世十方？三世十方过去是怎么进去？怎么进去？自入十方，身遍所有虚空法界，一念间千百亿分，任何虚空都可以到达。听不下去了啦，这样有讲的啊？你还弄夸我？我你叹为观止哦。你就知道嗯，你的体会就是这样。这是什么？宇宙生命的实相啊！而这种宇宙生命就是永恒的呀、啊，也是你的依归啊！你以后安住的地方啊，你能进入以后很安住。什么安住？依靠本体的体系，它流露出来以后，它体心就在虚空中，跟和佛陀啊，和一切佛相。为什么佛陀出现，观世音出现，怎么会出现？马上出现，相应啊！尤其华严宗讲那个网状，它可以相应，相应一个相应一个体性一致，马上整个虚空都出现了。这个这样讲很抽象，这当场深入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能看到本体就是因？比如说那成就了叫果，有因然后果，透过这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这样现行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称为普现。一正法界表达出来才能达到果国嘛，现在进行成立的时候普现，所以彼得遮那旁边都有普贤文殊，彼得遮那就建立在华藏世界，这个体性一拉过去，这个空间马上自动会拉开成距离方位，然后交加互融互摄互入，本来一点就像维摩经讲的日月天宫啊，西米山进来它不破坏，不会破坏，叫不动本处，人世间物质的都不会破坏，不动本处实相，这是永恒的，这得真实相。依靠体性呢、啊，它可以互摄、互入、相融、互爱，形成华严经的四法界的事事无碍、理事无碍、理无碍、事无碍，外在形成网状，全部思想内容就依靠本体显化。然后成一真法界，如果看得到的五样有的、啊，讲什么它马上出现。你看照相照得到的、啊，大日都照出来啊。大日密宗称为大日如来了，华严经称为毗卢遮那佛了，天台宗供毗卢遮那为法身了、啊，法相中供也自信了、啊。知识方面你们已经到顶峰了，再来进一步向内探讨，里面真实的智慧，我们人世间的。知识的四字变冲，就是用在佛经叫颠倒智，这个不依靠聪明才智啊。所以说做官的越聪明越才智的往越慢，也不一定啊。
也不一定。这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为师有没有成熟，种子有没有成熟。来，先喝水，先来，主任来生。那你先讲讲你最近看什么？我最近看的很多世界天性啊，也有天理，就是这一模一样的事情，他们变化都彩色的哈，变大都彩色的哈，金色的，金色的，嗯。本来是普通的，以后也变了，好高好高啊！那当然就是被困了，那面被困了，墙壁啊被困了，那过来的，慢慢慢慢让你看到一个，金水啊，火也是金水。哎哎，你看，经典不是讲活生金色，金色生就是活生金色。今天讲不叫金色金人，真的不好讲。你也知道，后汉灵帝啊，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金人。不是他后汉灵帝看到自己本体变金色，真不高兴，望起来。他是叫我打掉机会了，是叫我成道了，都了频婆沙罗王，频婆沙罗王崇拜他，就命令所有的里长啊，弄个盖释迦佛，那个特意如领金色，第一件金色。看耶稣不就像耶稣一阵在造红像尔，啊罗马最多在头给政府追，结果基督教就这样扩充出来了，像穆罕默德一样啊，只七个人跟着他，然后七十人，然后一直头给贵族追，贵族要迫害他，他头给追躲在山洞，这和佛陀不一样哦，哎，只是刚才那个叫进入法界，本体自然流行。有时候本体带动你人，不根据你人，他怎么不听你的？那你想有就有啊，他说是本体不听我的。一般人只能观看本体而已呢，感谢本体的宿舍了啊，这样感谢本体的，我那讲的耶稣讲的，你有福了啦。我感谢本体的，感观看的有啦。那接班那也无，我那还笨，那也无啊。啊，你也了解本体哦，讲好，也相应着些佛啊、金色身啊，什么什么。完全出自你本体，见性就是见相。另外，唯识论理论的中心思想，三自性和三无性。三自性第一点的，为什么看不到的理由？骗计所执性，骗骗不会骗，计的是真的看法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要生阿僧祇劫，我现在怎么可能有这样啊？鸽子这个叫花，你认为这样骗骗的是很广大的物质万象，什么猜测了、判断来所执着，那有可能啊？我也不修那有啊，这个五官意识啦，所执嘛，第一关你就怕你鬼啊！啊、哦，通常呢都是一段时间，自然就有的当场有，只要一向有，再来就很快了。现在他妈执着，哎，这个是不是观落音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骗骗计所执性。执着啊，这种你暂时卖差别，我以前在分析判断啊，我会看哦，没有看到是不是业障，不是业障，也知识障，偏计所执性，你也我把那个动掉呀，你自己的观念做观念，所以知识变成重大的障碍，直截了当让你的第八意识起现行，所展现出来的话，哦，像他无意中看什么。他需要极乐世界看了，所有的法界看了，虚空看了，然后莲花场的世界出去，你能看得到就能安住了，你才会了解说佛陀为什么讲自日三世，自是指宇宙意识，本体的宇宙意识，什么叫做宇宙意识？那些人叫做五官意识，理解经验、记忆，小时候到大，记忆五官意识第一念。宇宙意识呢，本体体的宇宙，宇宙的时间跟空间呐、啊，这流行，这意识啊，这样叫意识心呐、啊，心意识嘛，识的是心的别名呐、啊，唯心论的是唯识论呐、啊，心的是主体啊，彻底作用就产生意识，宇宙唯心论，心起作用，然后意识
幻化为事，穿梭于时空，时间跟空间，透过时间，时间量它 把它分段落，把它延伸，把它扩无限，然后空间又要配合时间，将如何展现？哦，在去整莲花上是这样，靠光明啊，体性就是光明嘛，本体的光，诶，体性就是光明嘛，它得克根嘛。你也看到真的是哦，对，你的根咧流到哦，咧流到啊，我看到啊，我看到根啊，够白，不是，系你的体性啊，再慢点白，先看安怎流到流行，体性等流光，流到佛陀，流到耶稣，流到诸佛一切佛菩萨，等流光的流行，这样就形成莲花藏世界，时间空间。佛陀坐在菩提树下修行，耶稣弟子之下，为什么都可以看到佛陀像三四十方都可以见得到，就这个原理，就靠这个整流光。你要等你看了更的时候，就是等你整流，你这个相应本体的功能，你是感谢本体的。反正这种变化，人是缺乏认知，不看的有断猜遍计所持故，这时候持性是五官意识不要进来，地球道的人比较困难了、啊。那怎么把它流露出来？平常你就好像在接棒球那个接棒球那个套子一样，比如说球丢过来，你才看方向去接啊，像本体显化什么，你才怎么顺势。他丢这边，你往这边接；他还没有丢球，你就静悄悄的看，看对方怎么丢过来，看本体怎么反应，你才能相应啊。你人就要被动啊，本体还没有丢球，等于本体还没有显化，你在那里。打坐坐什么坐什么，啊！他妈的逼他，他就差不快，给他在逼下逼几千年，在逼下，这就这个修道的这个意思啦。球也不看到，在逼下，来看本体。哎，什么？比方只能看到军人了，这个能看到大日了，看到光了。哦，你怎么针对啊？你还没相应，看到光就是你的本体流露出来，流露出来。宇宙光，还是佛陀的光，还是任何一些光，还是任何佛菩萨、阿弥陀佛，你看到这些，为什么说那就是你本体？怎么它是本体呢？但是怎么是本体？体性一致。第二，整个显化是在显化什么现象呢？像刚才石人讲，看到去，你刚才说，你不要找你什么去，你很感激本体，看他怎么演，他带动你，他是等流光，等流声。正在穿梭于时间和空间，这个时间和空间正要拉距离，正要定方位，空间一直拉拉拉，就形成发现这样网状，网状相射互入，然后你能安住。莲花上次在他做清楚、做稳定的时候，你讲说住入三世，人推人坐在家心嘛，坐在三世间，你坐在三世中，为什么叫三世中？怎么安住？嘿，莲花上次这样出现，你的安住。一小点，就比如这样等于你的化身呐、啊。这主题要不要看看你的本体哦，微不足道哦。佛陀也是人呐、啊，他认为说身是臭皮人啊，他注意的是本体啊。他悟道以后说，众生都有佛性，一些功德实相啊，不然你现在怎么能看到金人，看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？不要找一下，或者你等流光正在，也体性，有光才有相。像就是光产生的嘛，色彩啦，光嘛，像嘛是色彩学来讲，你像加色彩嘛，也要经过光啊，啊你就可以知道本体内容。不仅除了可以穿梭时间、空间、安住法界中，那也可以就是我们体内看脑子、看体内都可以啊。今日是呢，你要是外靠是讲传说的研究，你啊，新意识啊，它显化以后，你人生观、生命观、宇宙观。完全改观，而且绝对光明，绝对对人生的看法都不一样。啊，那家家户户目标都一直找本体，啊，家家户户都天天都会那好像问题，大家拢做进化啊。所以归本体掉啊，啊无宗教遐济是要算多一个，用创造为业，耶稣讲为创造，无极那无机关道，从地球人创造。在印度的古代思想，用大梵天王创造，他就算创造哎，几孤独也呐、啊，几孤独长者啊，为什么会黄金铺地有释迦吼？就是问这个问题，这个世界是大梵天王创造的，我应该问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大梵天王创造？释迦回答他，缘起，起于本体缘起，这个世界。业所构成的缘起法，
是心引起的，甲解释甲足好诶，而且等于心无恐，是吧？来恭敬他，讲讲诶了，毋免落去看经啦。看诸佛菩萨，看诸佛国土，看三河大地，看两马圣河，当世界啊，海水创造，那本体缘起的嘛，缘起的现象，所以构成这个寡界。不然的内容就离不了缘起啊，它诸佛实相，所以归结成回归本体，以本体为主啊。那所谓保证这个问题，禅宗所说的保证，它就继续会有这个能力。不会消失，人肉身消失啊，本体嘛没消失，这镜像随着人走的啊。这个心哈、哦，本体就是心嘛。我们肉身百岁以后再生之人所看的这些，能安住在里面的话，就永恒的啦。最好再生之人能有啦。禅宗是直指人心，是找本体。禅宗是以心为净土。他不见到另外一个净土，心就是净土啊，本来心就是净土，唯心净土就是禅宗的观念。他不见到另外一个外在的极乐世界为净土，不立文字，平常就打坐啊。尽力目的是什么？尽力是五六七意识，尽力禅嘛，然后进入第八日，直指人心在找本体啊。你任何一个学门教派宗教。包括王阳明的主角都是本体，只是名字不一样。好像一个人，他说穿西装，有时候穿衬衫，有时候穿，但是你还是人呐、啊，还是那个人呐、啊。就是说你姓方，你穿西装姓方，穿白衬衫就姓郭不一定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一样是换衣服而已啊。在佛教是活，在宋明理学是心理，在柏拉图是理性，在耶稣教是上帝。一个名字不一样啊，在一贯道老母，那个公本体，你问的华藏世界，那朵莲花，在海里面，在那个海里面出那一颗莲花，那个莲花，你看，所有的诸佛天神菩萨一念间都在走，你们这个华藏世界哦，你本体一显化成大日哦，一念间呈现，同时出现。十方三世同时出现，一些国土都出现了，然后成一个网，蜘蛛网那个网状，哦，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你可以进入里面，你思想哪一个地方都有你，你达到身遍十方，你讲什么他都听到，耳顺，声音的声，身体遍十方，佛国净土，声音呢，耳顺，国土那个国土都听得到，很清楚啊。别人没有看到，你看到永远存在，保证。凡夫也是看你壮观，看你身份地位呢。哎呀，真正求道的人呢，是看你法相。凡夫也一直看不到啊，肯定要从这五维摩诘再看一遍，看到相这些内容实相是见性啊。你看到那些时候，哦，你安住在里面，体性的一显化，和彼得尊号相应，也是证明。彼得正法的体性和众生的体性是一致的，它要显化，你才能看得到，而且能深入其境啊。佛陀成佛不证，他那三摩三菩提，他证道是证什么？无上证等觉，证道是证什么？证宇宙生命的实相，证到解脱之道。所以呢，坐在菩提树下，不动本处，能身遍十方，遍布法界。哦，你看那真是好过瘾哦。哎，这个确实有了，那可以遨游所有的宇宙时空，哇，这种人世间没有了呢，也没有烦恼呢，哎，比当总统还好呢，哎，我现在没有人注意到，所有的总统没有我心境的快乐，人家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我生命已经永恒了，正是我经常给你介绍，不要担心进入永恒嘛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带你到天上国度去，这个我只会分身了、啊。分身哦，就是法身，全部内容都在那里面的，它可以身遍十方三世，但是分身也当身遍十方三世啊。你本体显化一动，光马上化成你的样子，变成分身。再来，你思想怎么接通，然后体性怎么流落，
宇宙时空，然后成立永恒，确实可以成立，而且很简单，一念能三千个大世界，一念能入三千，就能进入莲花藏世界，进入密言净土，所有的一切净土，像禅宗净土、弥勒净土、人间净土、灵山净土、西方极乐净土、密宗的密言净土、啊，华严宗的莲花藏净土、东方阿处罗净土、琉璃净土、十方世界净土、都可以净土，全部拢你体性都和你本体一致，他所见就是他的体性所流露，而这种体性流露在等流的时候，透过等流在流露就形成光，等流光，到后来演变成等流身，到时候流露来流露交往复色原理就这样构成。华严经内容就在。嗯。神魔界境界这个东西能不能看未来，还有看那个？过去的未来啊，维摩诘显化完成，未来都可能知道哦。像圣经的预言啊，先知那个真的会知道，因为本体有时候先告诉你。换句话说，本体啊告诉人都是往好的方向，那你听他的才符合顺天者心，逆天者亡。他表达什么我们了解，动一下我们知道，但不是神经共鸣哦。不要说相片掉下来说本体在骂你，哎，我要猜测不一定哦，哎，还不能乱猜测。你刚才问维摩诘，维摩诘现在属于华严的五样的摩，它那准确度很准，进去你一动就知道，所以这个可以成立。像古代比较古老的方法，你看八卦，乾从伏羲创八卦，文王演八卦，文王在坐牢七年的时候。八卦刚开始不是用排的啊，八卦要龟的龟壳啊，然后用火去烧，它自己会归类，然后知道命运怎么样，大致国家的命运，小致个人的命运，用靠龟类的痕迹来寻找路线，那个比较古老啊，以前八卦开始是这样，用猩红火烧龟壳啊，温暖。在这里面没有火啊，没有龟壳啊，一直他抓头啊，排除现在那个八卦，所以文王演八卦很难懂啊。孔子三字经，给他改姓改姓改姓，在64卦几高几卦，有时候演八卦很准啊。你有易经专家，你排那个不准啊，我糟糕，还是靠本体很准确啊，有时候很准确啊。但是本身，我经常会说就说。你只要是念东方这个琉璃佛，或者是像阿弥陀佛，然后会到那个世界。那假设我们是根本的，那是不是未来会有？你说东方，那那是佛陀的时代，拜西方、拜东方，慧能都讲啊。如果拜过人，那叫拜哪一方？印度看西方到底在哪里？那是一个方便说，说西方阿弥陀。阿弥陀佛，其实是东方阿处哦，不一定东方西方，在他方便说排列时，后世的人了解，佛陀西方是一个假设词，不一定在西方啊。不管哪一方，就是说，像我们这群人，是不是百年之后会跟本尊的世界在一起？你如果说，哎，可能百年之后来取本尊，我阿凡在底下，哇，你来啊你来。啊，你来看看。啊，你要执着了，再来。哦，比如说啊，哎。那我们的境界这个能力可以看前世的。看前世。对，我觉得前世是很简单，所以说你要五相有了以后，里面就是什么都有，就是包括这个意思。你要了解你前身怎么来的，非常清楚。尤其你没有读到，没有想到，他有时候专门播你不知道的。前世的话。注意四命制，注意本体的功能了，不是人的能力所做到，可以治过去治未来，有时候就达到那种清醒。最主要知道有本体比较重要，前世现在不重要，前世不要几世了，所以前世不重要，要针对本体。本体它空性的，它无形无相，它一出现就变你现在目前肉身的样子。有前世这个佛陀介绍出来，耳根马上连通，眼根能连通，马上有的。佛经最喜欢讲前世了，现在是真的直指人心，直接显化出来，直接流露
什么前世宿命中什么那些都有，要亲自体会啦，只是用言论讲的了悟太有限，你先听进去，有一天你有的时候，你才发现，认识我至少没有浪费很多时间。我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你浪费时间。若有微末水，里面有七彩线哦。有时候马上出现，有时候慢一点，不用急。你目前先回归本体，自然会相应。刚才讲体心一致，你一醒的话，比如说你都有微末水，互相体心一致的话。不要说本身所有诸佛什么你都可以接得到，可能再问从何开始，十分钟你想起自己来。内圣外王是正经桃花开系的外王之道，是摩西今晚用讲究战争战得赢，耶和华帮忙战争，耶和华这种强制的，说你不听我的降时灾，摩西和法老王作战。外王之道，整个旧约都是讲究外王之道。为什么会演变到最后变成要永生呢？强国王邦中的鬼面的震动的变化，所以他往转向为圣灵充满内圣的，转向内圣要找永生的，找本体的，不要建立新的王国土地国度，要建立新天新地新生命。